别的日子，哥本哈根只剩下六天，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切实的行动。今天在全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，会有数百万的民众一起行动起来，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，我们需要在哥本哈根达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协议。这个协议必须是公平的、雄心勃勃的，而且有约束力的。所以今天绿色和平在永定门城墙前竖起20面中国大鼓，我们将与传统的中国鼓手一起，用振聋发聩的鼓声来警醒在哥本哈根的世界各国首脑们，警醒他们，哥本哈根失败。